我知道儿子跟老公都知道我前一阵瘦下来，他们都很替我高兴。因为什么？我每天穿漂亮衣服，很有自信，很开心，对，健康。然后呢，当然，我老公有时候说：“老婆，你最近有一点点胖胖了哦。”他还是不敢讲。那儿子呢，就很单刀直入：“妈妈，你看你啊，肥成这样。”我没有这样讲，我是说今天这件衣服，我就说下次不要穿这件衣服。这样，全世界只有他敢对我这样，哇！